反正我们超级快了，我们大概我们不会，应该是看状况了。今天如果抽个一两万，如果觉得不好的话，我要重开，然后再看一下。因为今天我日服还没抽过卡池，所以我不知道几率如何。好，因为他多了一段进化，他多了一个 bonus 啊，台版少一个 bonus， 一点开抽的刚抽啊。希望能帮泰瑞补满多一点卡池。为什么我不知道怎么666被锁啊？因为666、啊、靠要死，谁的问题啊？希望等一下有没有看一下有冰气枪。红色闪光就是保底蓝。欸，这个绿卡，欸，你们我先讲啦，绿卡其实蛮多的，有点像台服刚开始一样。台服刚开始的时候，欸，看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光。各位观众，会不会是日本武士呢？怎么1100日这一个了？我们先把其他的打开。干红变不难嘛？保底蓝或红嘛？对啊，保底已经保底蓝或红了。如果你还不给我蓝或红，那他会进化？不是，前天他会进化哦。他有可能会进化哦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停，请客，泰瑞请客。十七红，怎么叫不是红变？红变很难吗？泰瑞请客，红变不难嘛？截图啊。